我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玩的是宠物可以生五星，《暗黑麒麟》，它可以唤醒最高等死亡骑士隐藏的特殊能力。防护罩，基本速度、日升移动速度、攻击力。所有士兵攻击距离、移动速度，对敌方的攻击力及致命攻击力大幅增加。哦，边路自队50，勋章增益效果增加200%。好吧，这大概是加勋章的啊。嗯哼，300%变500%这样。啊，就这样哦。好吧。啊，还有游戏基本倍数增加勋章，啊，他拿到碎片的地方就精灵高原一般，哦啊，然后这个如果改版的话，它数量可能还会增加，目前只有4个，有一个一的怎么不见了？应该是3个哦。40至15，3个，还有一个嘞。哦，啊，记得那一个很前面嘞，突然想起来，蛇。那个改版应该就又换位置了。反正哦，有了21至6一个，这样总共目前是4个。然后他那个这个活动好像有送过哦，里面可以领到10个还多少？然后我记得邮件还有送一次10个，好吧，我记得是这样，但是那个不一定有啊。OK，那差不多是这样。